小伙伴们捞开鱼了哈，捞有点大呀，我去，捞有点大呀，我不敢进去，他两个进去了啊，你看一下捞这么些，哎呦我去，哎呀我去，哎呀，啊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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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浪太大了，我卸的后，啊我去浪太大了，啊我浪太大了。我浪太大了，我去，差点给我放倒了。哎，给我，哎，我又一个浪，给我说海水太咸了哈。浪的也快，哎呀哎哎，等会儿，我没拿完。就我们三个人在这捞哈。你看这个浪大不大？啊，他两个在这捞，我在这给他提溜着桶。悠着点哈。不行，改天再拿那个潜水服，不是潜水服，那救生服来。啊，这一下半斤多，可以。一下半斤的啊。没上大网哈、啊，那个他两个人弄不了大网，就没上大网。怎么你们捞这么少啊？哎吧，这惊涛骇浪呀！那个浪有时候搁了个浪比他们个头都高哈、啊，我不敢进去哈、啊，我在边上看他们就好，关键时候我就会出手哈、啊。怎么现在少了？怎么是不是浪大了给打跑了？对，一浪一大它可能就是啊，不行、啊，刚才一个浪差点都把我拍倒了。哎，行，你这网多。哎呀，我去，这一天晚上弄个五六十斤也没问题啊。来，有了。哎，确实不得多哈。嗯。油就不擦了。浪，小心浪！哎，我浪有点大。哎呦我去，弄了三分之一桶了。哇，沙太多了，这也三四十条是有，啊，这沙太多，一会儿淘一下啊。对，我加点水哈、啊，加点水过滤一下。来，为我自己搞定了。啊，剩下全沙了哈，等会儿，跟淘米一样。我去，现在这一点的也不舍得扔了。哎我去，哎我还不少着呢。不行，里边还有。对，好。倒着小桶就行啊，倒小桶还是放袋里？倒小桶了吧，到时候那两个分就行了。这一点不值得在我出手。哎，随便，一人分一点。不，不能光着、啊、来。哎，先把这个放在岸边上。哎，但愿不要让别人给我们提溜走了哈，弄了半天弄这么点儿。